好，上课。老师好。同学们好。坐下。今天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张图片，请同学们欣赏一下，然后说一说这是哪个季节。有谁知道？啊，你来回答。这个是春天。是春天，同学们同意吗？同意。那春天是一个可爱的小娃娃，他还有三个非常非常要好的小伙伴，请坐。你们知道是谁吗？三个要好的。叶墨轩。夏天、秋天和冬天。夏天、秋天和冬天。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请坐，春娃娃、夏娃娃、秋娃娃和冬娃娃组成了我们的什么？四季娃娃。四季娃娃。那么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这四个可爱的娃娃，你们最喜欢谁？为什么？来，这位女同学。我喜欢秋天。为什么呢？因为秋天有漂亮的枫树林。有漂亮的枫树林。枫叶是什么颜色的？红色，还有黄色。嗯，有红色，还有黄色，很好。还有呢？她喜欢秋天，有没有不同意见？那前面的男同学。我喜欢冬天。为什么？冬天可以滑雪。冬天有我们四季当中非常难得一见的什么呀？滑雪。有雪天，对不对啊？对，有雪花，可以滑雪，可以打雪仗，对吧？对。好，请坐。还有呢？来，最后面那位女同学。我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可以穿漂亮的裙子和漂亮的衣服，还可以吃冰棒。夏天非常的炎热，对吧？可以吃到我们梦寐以求的冰淇淋，还可以穿我们女孩子特别喜欢的什么花裙子。很好，请坐。那么春天没有同学喜欢吗？春天同学们都不喜欢春天吗？春天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美景啊，比如说，来，你来回答。可以看到万物复苏。嗯，因为万物复苏了，所以我们能看到五颜六色的什么呀？鲜花。鲜花，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了，花朵也怎么样，盛开了，对不对？花香宜人，很美啊，请坐。好，那么老师现在有一个疑问，春夏秋冬四个娃娃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碰到一块儿来了呢？刘可为。会的。会的，为什么呢？你觉得夏天和冬天会碰到一块儿？他们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碰到一块去吃饭。那夏天和冬天碰到一块就会发生意外了吧？那是夏天被冬天冷死了呢，还是冬天被夏天热死了呢？对不对？一者冷和一者热合起来就变成了正好的温度。夏天和冬天不可能碰到一块的，请坐。我们的四季娃娃是不可能碰到一起的，因为他们四个人在不停的什么，你追我赶，你躲我藏，对不对啊？他们一直在玩着捉迷藏。如果四季碰到一块的话，那我们的地球就乱了套了，对不对？啊，好，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四季娃娃是怎么玩捉迷藏的。听完了，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四季究竟藏在哪里，然后听一遍老师的伴唱啊。
请同学们想一想，这四个娃娃究竟都藏在哪里呢？大家来找一找。四季里面第一个季节是什么？春天。那肯定是春天。春天，春天藏在哪里呢？花。那位女同学，春天藏在花丛中。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所以春天应该藏在花丛中。好，请坐。春天后面一个季节是夏天。那夏天躲在哪里呢？躲在哪里？前面的叶墨轩同学，夏天躲在草帽下。夏天是一个非常什么样的季节？炎热到我们没有地方躲藏了，对不对啊？我们需要戴一顶遮阳帽，所以夏天肯定是躲在草帽下。很好，请坐。夏天后面一个应该是秋天。秋天藏在哪里呢？好，这位女同学，秋天钻入谷堆堆。秋天为什么要钻到谷堆堆里面去呢？因为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丰收的季节，我们的五谷都丰收了，对不对啊？对，堆成了一个麦堆，一个谷堆，所以秋天钻入了谷堆堆。那么最后一个季节就是我们冬天啊，我们刘可为最喜欢的冬天。冬天缩进，为什么是缩呢？戴眼镜的女同学，因为冬天很冷。很冷，所以是缩紧。缩进哪里？棉挂挂。棉挂挂是什么呀？棉袄、棉衣、羽绒服，对吧？非常冷，冬天缩进了棉挂挂。很好，请坐。好，下面请同学们把书翻开，翻到我们今天要学的那一课，捉迷藏38面，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尝试着把这首歌的歌词读一读。当然了，同学们也可以打着节奏来读，试一下。同学们都读完了吗？老师也想来读一读啊，不过老师这里有两种读法，请同学们仔细听一听，然后分辨一下你最喜欢哪一种读法。第一种，春夏秋冬四个娃娃，爱捉迷藏来玩耍，冬去冬躲春来，秋躲夏呀，你找我来我找他，春天藏在花丛中，夏天躲到草帽下，秋天钻入谷堆堆，冬天缩进棉挂挂。这是第一种读法。第二种，春夏秋冬四个娃娃，爱捉迷藏来玩耍，冬躲春来秋躲夏呀，你找我来我找他，春天藏在花丛中，夏天躲到草帽下，秋天钻入谷堆堆，冬天缩进棉挂挂。你们看一看，是第一种更好一点呢，还是第二种更好一点？这样吧，我来问一下，同意觉得第一种读的方法比较好，同学请举手，就是说很平缓的。好，请放下。觉得第二种读法更好一点的请举手。为什么大多数同学都觉得第二种读法更好一些呢？谁来说一说，为什么第二种读法更好？最后面那位女同学，因为第二种这首歌呢是比较活泼的，用第二种读的话就可以显现出它的活泼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唱的是四季娃娃，对不对？他们非常调皮，很活泼，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捉迷藏，你找我我找你，你躲我我躲你，对不对？那么第二种读法你就觉得它更跳跃一些，对不对？更符合四季娃娃调皮的性格，所以你觉得第二种读法更好一点，是这样吗？好，请坐。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里面出现了好多附点？找一找有几处附点。什么叫附点啊？两个音阶中间这个点是附点，不是下面这个点啊，下面这个点表示是低音，两个音阶中间这个点是附点，请你找一找像这样的附点出现了几处。
几处？十二处。同学们都找到是十二处。第一处在哪里啊？春夏。春夏两个字中间有附点，对不对？第二处在四个娃娃的四个中间有附点。第三处呢？爱捉迷藏的爱捉两个字中间有附点。还有什么？爱来玩来玩中间也有附点。所以说这首歌附点特别多。什么叫附点呢？就是说前面一个音阶占用了后面这个音阶的拍数的一半，所以呢前面一个字应该要拖音长一点，对不对？而后面一个字怎么样？一带而过。所以说这首歌用带附点的读法更符合这首歌的色彩啊。好，下面我们一起跟老师一起用带附点的读法把这首歌的歌词完整的读一遍，老师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好不好？好。好，我们开始了啊。春夏秋冬，预备起。春夏秋冬，四个娃娃，四个娃娃，爱捉迷藏，爱捉迷藏，来玩耍，来玩耍。下面我们就要是整个一个乐句来完整的读了啊。前面为了让大家更能适应这种带附点的读法，我把一个乐句从中间切成了两半来教你们的。下面从第二行开始，我们就要把整个乐句完整的读出来啊。冬朵春来秋朵夏呀，冬朵春来秋朵夏呀，你找我来我找他，你找我来我找他，春天藏在花丛中，春天藏在花丛中，夏天躲到草帽下，夏天躲到草帽下，秋天钻入谷堆堆，秋天钻入谷堆堆，冬天缩进棉褂褂，冬天缩进棉褂褂。好，我们同学能不能跟着音乐的伴奏用我们这样带附点的读法把歌词读出来呢？注意是读不是唱啊，我们用带附点的读法来跟着伴奏读一遍歌词。预备起。春夏秋冬四个娃娃，爱捉迷藏来玩耍，冬朵春来秋朵夏呀，你找我来我找他，春天藏在花丛中，夏天躲到草帽下，秋天钻入谷堆堆，冬天缩进棉褂褂。第二段了，第一段读得非常好啊。第二段预备起。春夏秋冬四个娃娃，爱捉迷藏来玩耍，年年躲藏季季找呀，四个娃娃长不大，春天藏在花丛中，夏天躲到草帽下，秋天钻入谷堆堆，冬天缩进棉褂褂。非常好。同学们读得很好，非常好啊。下面我们再用搭这个音搭，那么嘴巴打开了，唱高音部分就更容易了啊。我们再用搭这个音来模唱一遍。口腔再打开一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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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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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非常好。刚才唱的时候，有没有同学注意到我的手势？应该能看出来吧？你判断一下这首歌大概是几拍的？能看出来，我一会儿画三角形，对吧？一会儿三下，对不对？三拍的，这首歌是三拍，完整的说应该是三四拍，每一个四分音符为一拍，然后一个小节里面有三拍，对吧？好，那三拍我们打节奏应该怎么打呢？一般情况下，第一拍、三拍里面第一拍都应该是什么拍？强拍还是弱拍？肯定是强拍。强拍应该怎么办？强拍是拍手，拍手。那后面两拍呢？拍腿。弱拍你就不能拍桌子啦，拍桌子的声音比拍手的声音还大。拍腿。拍哪里啊？拍我们的大腿。那么完整的拍应该是一拍强，二拍、三拍都是什么？弱。所以应该是什么？强弱弱强弱弱。好，现在请同学们把小手动起来啊，我们一边完整的演唱这首歌，一边用我们的双手按照强弱弱这样的节拍把这首歌完整的打一遍节奏，边打边唱，好不好？好，我们来试一下啊，看看有哪些同学能跟得上。你能找到节拍在哪里吗？试着找一下。三拍在哪里？啊，游客已经找到了，很好，很好。春夏秋冬四个娃娃，爱捉迷藏来玩耍。天翻来秋多夏呀，你找我来我找他。春天藏在花丛中，夏天躲到草帽下，秋天钻入谷堆堆，冬天缩进棉呱呱。非常好，不要停。音乐部分我们也接着打。第二段，预备起。春夏秋冬四个娃娃，爱捉迷藏来玩耍。天鹅藏，叽叽喳呀，四个娃娃长不大。春天藏在花丛中，夏天躲到草帽下，秋天钻入谷堆堆。天锁紧棉呱呱，非常好，把节奏打完啊。非常好，好，老师今天也为同学们带来了三种不同的打击乐器，同学们认识它吗？认识。我还没出世你就认识啦。这个是什么呀？三角铁。三角铁，三角铁除了这个铁的本身以外，还应该有一个什么？铁棒。啊，小铁棒，对吧？然后去敲击它。三角铁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的它为什么上面要有一个悬挂的这个悬绳啊？张悦然。因为敲的时候抓的那个音会放不出来。怎么样会放不出来？就是说我不用这个绳子，我用手直接去抓它，有声音吗？没有，声音很闷，对不对啊？没有美感。如果有了这根悬绳的话呢，怎么样？声音非常的清脆，而且悠扬，对不对啊？有回声，对不对？很好，请坐。这个叫做三角铁，很好。三角铁，这个呢？铃鼓。应该叫什么呀？铃鼓。铃鼓，这应该是个铃鼓啊，铃鼓。好，那么铃鼓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或者说它这个乐器有没有什么特色？打击乐器有没有什么特点？有没有什么特点？来，最后面那个女同学。声音比较清脆。比较清脆，而且它又能什么？打，又能怎么样？又能摇，对不对？有打的方法和摇的两种不同的打法，打一下可以摇一下，
打一下，这样摇一下啊，两种不同的打法，很好，请坐。这个叫做铃鼓。铃鼓。好，最后一个，这个见到的同学就特别少了，很多同学，哦，有同学认识，很不简单啊。这个我记得我在以前啊拿出来，有很多同学就说它是个锤子，锤子认为是应该这样敲击桌面这样去演奏的，对吧？肯定不可能的，它跟三角铁一样，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双响筒的筒身以外，还应该有什么？一个木棒，敲哪里呢？中间吗？中间肯定不对，敲哪里啊？两边，同学们听一下啊，两边声音是不一样的，声音一样吗？一边高一边低，对不对啊？对。但是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双响筒两边都有两条线，为什么有两条线呢？你敲击的时候一定要敲在两条线这里，有的同学敲着敲着就跑到中间去了，声音就不对了啊，一定要敲在两边，你喜欢敲这边你就可以敲这儿，你要喜欢敲这边你可以把它反过来敲这儿也可以啊，这个叫做双响筒。下面我想请同学来为我们的三角铁设计一个适合它的打击节奏。刚才说这首歌几拍啊？三拍。你准备怎么安排？怎么安排给它设计一种？是哪一拍敲，哪一拍停，还是怎么办？还是连敲两下，还是敲只敲一下？想一想，反正一共有三拍，你看你怎么设计它。来，这位男同学，是一到二拍是空拍，一拍和二拍是空拍，对吧？那就是说第一拍空拍，第二拍也是空拍，然后第三拍呢？敲。第三拍敲击一下。那请你上来试一下。刚才我说过了，三角铁的在用的时候手能不能碰到这个铁身啊？不能。不能。你要注意啊，要把它悬挂起来。那就说第一拍，那就是第一拍不打。第二拍也不打，第三拍打一下，是这样吗？那么喊节拍，你来试一试啊！预备，一、二、三，一、二、三，同学们，他打的对不对？对，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吧？好，请你在旁边站好，来准备好啊！等一下，我要请你来跟同学们一起合作，来给这首歌打击伴奏的啊！那铃鼓呢？铃鼓你怎么安排呢？你肯定不能跟他一样，你说我跟他一样的，我第一拍、第二拍也空，第三拍我来打一下。那你跟他的声音就重叠了，对不对啊？不好听，你看这个应该怎么办？哎，那位女同学，你这个铃鼓怎么安排？敲一下，能不能摇两下？敲一下，摇两下，那就是说第一拍敲，二拍和三拍怎么样？摇。去摇。摇，我下面加了三撇，就是摇啊。没有三撇的那个呢是什么？敲。拍，那就是一、二。是这样吗？你上来试一下。同学们要注意啊，你自己怎么说的你自己要能做到，知道吧？来，第一拍怎么样？敲啊、哦！来，我来喊一遍，你来试一下。预备起，一二三，一二三，很好。好，那双响筒呢？双响筒应该怎么设计？好，最后面那个男同学，应该前面两拍还是空着的。嗯，双响筒跟三角铁一样啊。我们待会看看好不好听啊？前面两拍都是什么？空着的。然后第三拍呢？打一下。打一下啊！你上来试一下。你上来试一下啊！我说过了，一定要敲这儿啊！你别敲着敲跑中间去了，你看着敲啊！来，预备，一、二、三。一、二、三，对吗？错。他，我就说他敲的跟他自己说的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就可以了啊。那再我们再回忆一下，三角铁怎么敲的？一、二、三。嗯。二、三。铃鼓。一、二、三。双响筒。一、二、三。好，我下面把音乐放出来，我们来看他们三个人合奏的好不好听啊。
还没听你就知道了，先听一下再说啊。先找一下三拍的位置啊，找一下，你往前站一点，站在靠后了。对不对啊？在不在三拍的位置？哪个是他对不对？先说他对不对？对，他也对，他是一二三，一二三，对吧？他呢？他跟他们，他受他们俩的，这位对，这位女同学受他们俩的影响，跟他们两个打的是一样的，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一二三，但是你看他写的是一二三吗？不是，他写的应该是一二三，对不对啊？他夹在两个男同学的中间，被他们两个人带跑掉了啊！两位男同学是对的，但是这位女同学错了啊，打得不对。好，请你们把手里面打击乐器放回到桌子上面，我再来找同学来设计。除了像他们这样设计，还可以怎么设计？每一首歌设计方法很多的啊，不要受他们两个人的，不要受他们三个人的影响。再想一想，还可以怎么打？三角铁。三角铁，郑丽。第一拍空着，第二拍再打，第三拍空着。刚才是打的节拍是在第三拍，你现在相当于就是打到第几拍去了？打到第二拍去了，那就是空，打，空，是这样吗？你上来试一下。一，那准备好啊，别让它摇。一，二，三，一，二，三，你再来一遍啊，预备起，一，二，三，一，二，三，对不对啊？对。很好。那这个呢？铃鼓呢？铃鼓怎么设计？叫刘逸轩是吧？啊，让刘逸轩来回答。我觉得可以先晃一下。晃一下。再打一下，再打一下，再晃一下，再晃一下。那就是第一拍摇，第二拍打，第三拍摇，那应该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再来试一下。你自己先试一下啊，这个有点难。好，我来喊节拍，你试一下啊，预备起，一二三，一二三，对不对啊？对。哦，这么难他都能打好，很不简单啊。好，那这个双响筒，双响筒，那最后面的女同学，双响筒可以第一排空，第二排和第三排打，就是空打。打，空打打是吧？那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你上来试一下。我来喊节拍，你来试一下啊！预备起，一二三，一二三。好，我们把音乐响起来，同学们监督一下啊，看看他们三位同学是不是按照自己讲的节拍去打的。
找一下三拍的位置。怎么样？他们打得好不好？好。有没有中间出错的？没有。谁呀？刘一轩打着打着就变成了一拍打，二拍，三拍摇了，对吧？但他后面又调整过来了，很不错啊。还有谁呀？郑丽有没有出错？没有出错了。有吗？没有。哦，他中间有第一拍打了，对吧？后面也调整过来了。然后双响筒呢？没有。双响你们没有发现出错是吧？没有。好，很好，观察得很仔细。来，把你们打击乐器放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请六位同学上来亲自操作这个乐器，打击乐器啊。那么当刚才我提过问题以后，同学们心里面应该都有了自己的编创想法了，对不对？都想出来了自己的编创节奏吧？嗯，都有了吧？有可能你是空打打空打打，对不对？也可能是空打空空打空，对不对？也可能是打空空打空空，对吧？反正每个作业心里面都有自己的想法了，对不对？好，那先请同学们伸出我们的右手食指，右手食指啊！我等一下把音乐再放一遍，你心里面刚才是怎么编创的？那么就请你用你的右手跟着音乐一起，轻轻的在桌面上把你的节拍一边唱一边打出来，能做到吗？能。不要受周围同学的影响啊！不要像刚才上面三位同学一样。被人家就轻易的带跑掉了啊！你心里面怎么想的，你就一直坚持着那样去打，这也是考验你们的注意力能否集中啊。自己把它打出来，轻一点，用手指打，用手指，唱出来。一边唱一边打，有点乱，但是我看到个别几个同学是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那个编创思路，从头到尾打下来的。也有一些同学就打着打着就变掉了，就被旁边同学给带跑掉了啊。好，这个节奏呢，我们暂时不打了啊。我们再回到这节课的题目上面来，捉迷藏。春夏秋冬四个娃娃太调皮了，他们除了藏在刚才我们歌词里面所唱的这些地方，花丛中，草帽下，谷堆堆，还有什么？
棉挂挂，对不对？除了藏在这四处以外，它非常调皮，它们很调皮，它们能藏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啊，下面老师出示一些图片，大家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图片里面去找，看四季娃娃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把它们都找出来。我们领略到了春的温暖，夏的炎热，秋的凉爽啊，丰收，秋的丰收也不错啊，还有冬的什么呀？夏的寒冷，冬的寒冷。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让我们的四季娃娃变得更加漂亮，让我们的地球妈妈变得更加健康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保护环境。你来说。爱护环境。嗯，还有呢？保护花草树木，还有没有同学要补充的？请坐，来，你来说。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乱把就是抽完的烟往地上一扔。哦，就是乱丢垃圾对吧？垃圾要分类，要扔到该扔的地方去，对不对？很好，请坐。还有没有同学要补充的？旁边那位女同学。多种植。多种植物对吧？美化我们的环境，是不是？制造更多的氧气，很好，请坐。好，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就上完了，下课。老师再见。同学们再见。